岛上多无遮蔽物，请注意防晒。天气炎热，请多补充水分。靠近崖边，请注意强风，以免被吹落。参观请走步道，并留意蛇类出没。日落 AKA 青春护佑，两位爬一山。哇，那是阿哥楼是个杂货店。嘿，走了。尊重居民的生活空间及信仰，降低音量，避免干扰。美丽环境一同守护，以欣赏代替占有，以影像代替捕捉。水域活动请着救生衣、防滑套靴，并请熟悉水域环境之人员带领。最重要的是，为了维护美好的环境，请大家随手把垃圾带走。水域游戏活动考量气候及安全性，开放日期为每年的4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，时间为早上6点到晚上6点。请事先向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提出申请，除安全更有保障外，亦不会违规受罚。